病不大呀，吃几副汤药，自然就会好了。怎么可能呢？大少爷昏迷了三天了。阴阳失调，急火攻心，晕厥原是常有之事，不必大惊小怪。等等，老先生需不需要再把把脉啊？大少爷既是日新堂的主人，又是我谋氏家族的掌门人。 一家人中都是病人啊，几位叔叔，既然当家的病无大碍，大家也站了半天了，去偏厅歇会儿吧，喝杯茶水。翠翠啊，给几位叔叔上茶。是，请，先生。 妙药，给我看看。都是一些名贵的药材，价值不菲的。如果二叔愿意帮着张罗张罗，那再好不过了。好，不必了。既然大侄子没事了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翠翠，你去告诉太太，就说少爷并无大碍，请她放心。今天有劳各位叔叔了。 大家都累了，请回吧。请吧。几位叔叔慢走。 先生，您说的可是实情。少奶奶，少爷大限已到，只有三天的阳寿。我只是看这些爷来者不善，各怀心计，所以实话只有对少奶奶一个人说了。先生，还有救吗？一家有句老话，治得了病，救不了命。 少爷得的是肺痨，已经病入膏肓。等等，我叫人给你拿酬金。药方未开，谈何酬金？少奶奶，好自为之。来日一定登门重谢。少奶奶，山雨欲来，今后穆氏庄园的命运如何？ 一切都掌握在少奶奶的手里，是祸是福，风雨过后自有分晓。少奶奶，请多加保重。大太太，少奶奶让我来告诉您。 郎中看过了，当家的没什么事儿，请您放心。知道了，你去吧。是。陆妈，你去把大管家给我叫来。是。 大管家，下人在。跟我来。 大管家，我就不和你绕圈子了。当家的快不行了。啊。伺候日新堂23年。
是跟在我左右，你的为人我最了解，自上上下下我最信任就你一个人。当家的头脑清醒的时候也是这么跟我说的。少奶奶，你尽管吩咐，想万死不辞。要先摸清在日新堂的家庭。好，查账。起死回生，鬼才信呢。说实话，我也不信。那别急，是真是假，马上就见分晓。说当家的病到底怎么样？小的知道，什么事都瞒不住大太太。少奶奶说，当家的快不行。少奶奶打算怎么处理？你看她还能撑得住？小的看少奶奶挺沉得住气的，已经开始查账了。好，大管家，给当家的准备后事吧。是。别怕花钱，把丧事办得像样点。大少奶奶年轻，你要多帮她，别让外人钻了空子。是。你去吧。车套啊，好的。大管家，您怎么来了？仓库里白杨布还有多少匹？有135匹。这布怎么都糟了？大管家，这不关小的事啊。这布买了十几年，一直都没用过，别说是布了，就钢给锈了。你说小朋友，哎，赶上马车连夜进城，黑白洋布各买100匹，明天日落前赶回。放心不说，是，去吧。哎，库房里还有多少把剪刀？120把。拿出30把备用。是。这些储藏用的灯笼都是好的吧？都好。现在，赶紧把下人们叫起来，全部用新纸。重新裱糊。是。出什么事？是你该问的吗？是。现在多少袋了？100袋。再磨100袋。哎。哎，我说伙计们，该备的量都备齐了，该发的量都发起来啊，以备急用。老爷，我把郎中请来了。让他进来。
大把头，把郎中请进来。是。蒙二爷，坐吧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？请二爷明示。我问你，谋金得的是什么病？无非是脾胃不和，有些不适而已。你开的什么方子？党参15钱，柴胡6钱，陈皮3钱，大枣10枚。怎么，你对药方有兴趣？不对吧，这些都是益气生津、清热疏肝的寻常药材，这能治得了谋金的病？药材不分贵贱，对症就是好药。打住！谋金现在面无华色，气若游丝，早就上了阎王爷的花名册了。你瞒得了别人，你瞒得了我？你既然通晓医理，那你就去给他开药方吧。这么多年，你还不了解我蒙二爷的脾气。今天你要是不说实话，你就出不了这月心堂的房子。来人呐，有，找个地方让他清醒清醒。是。慢。蒙二爷，你也病得不轻啊。嗯。怎么讲？你贯通夹翅，急躁易怒，阴虚阳亢，肝火太旺，如不调理，日后必有大难。怎么调理？我给你一个方子。什么方子？仁爱一片，宽容2分，淡泊3钱，正气4两，每日温火慢炒，用量不限，长此以往，定能延年益寿，否则你的灾祸不断。你，王二爷，请好自为之，告辞。哎，你，什么呆呀、啊？人不是还没死吗？不早了，睡吧。他今年才28呀。谁呀？嗯？啊，人是没死啊，可是跟死人也差不多了。可惜呀、啊。可惜呀、啊，可惜又能怎么样啊？行了行了，去吧去吧，让我清静清静。那我先歇着了啊。老爷，这郎中的话。看来他说的倒也不一定是假话，欧金一时半刻还死不了。这死不死的也不是您说了算呢。再说了，欧金就是真死了，这掌门人的位子也不见得归您呢。那归谁？盯着他的人可多了。您知道那几个叔叔是怎么想的？还有日新堂那一老一少，也不是省油的灯。从他们嘴里夺肉，他们能答应？哼，等着瞧。等毛巾死的那一天啊，我让那小娘们儿给你打洗脚水。我毛二爷当年可是大清朝正三品的兵部侍郎，七侠衙门历届的知府大人上任都得到我府上登门拜访。
又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，现在都是民国了。民国怎么着？我现在是栖霞县商会的会长，在栖霞这个地界上，除了县长，就是我毛二爷。这倒是实话。外边忙着改朝换代，在卢家也得变个花样。日新堂养了咱们几十年了，气数也该尽了。你呀，就等着看好戏吧。少奶去账房，有事叫我。是。慢点，别摔了啊！哎呦！少爷多聪明！就是他才九岁。是。易管家，牟家的事儿你比我清楚吧？是，这个牌位供的是少爷的曾祖父，我们都称他老爷爷。我问的是家训。家训第一条
是牟家的掌门人，必须由长子长孙来继承。老爷爷当时为什么要定这样的规矩？老爷爷掌门以后，牟家就如同骑上了快马，蒸蒸日上。到了道光十六年，老爷爷已经拿下了小半个七峡。牟家的土地之多，不光在七峡，在山东也独一无二。有了这么大一笔家产，谁看了不眼热？为了防止族人的内部争斗、自相残杀，老爷爷才定了这么个规矩。这规矩从来没有变过。从来没有。不过。不过什么？小少爷虽然是长孙，可毕竟只有九岁啊。少奶奶，事情到了这一步，要不要告诉大太太？不用了，郎中的话也只是一说，不能事事都去麻烦大太太。今天晚上继续查账。是。蒙云呢？蒙云，哎，哎，四叔，我在这。四叔，我问你，大东洼那块地耕完了没有啊？好像还没有。好像？你派人下去问一问，现在下人都磨洋工呢。好，我吃完早饭我就去。吃完早饭就去，吃饭那么重要吗？啊，种地要讲究，吃饭要将就。可我说牟银呐，牟银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爹是走得早，我为你操碎了心了。你也知道我每天呢就是涂涂画画，什么事情我都不过问。我都这把年纪了，我腿脚又不利索，这地里的事情啊，你多看一看，多关心关心。那我这就去。哎，快快快快去吧。哎，不去，凭什么去啊？行了，我看一眼就回来。不行。他这么对你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他不能老这么欺负人吧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爹走得早，都是他把我带大的。你以为他是好心啊？他是雇了个不花钱的庄户，你知不知道？要理论，你一结婚就可以跟他分家，可是我嫁过来一年多了，分家事他从来没有提过。怎么着？他想欺负你一辈子是不是？牟家的规矩，分家的事儿得由当家人出来说话才算数。可我大哥现在都病成这个样子，你叫我怎么开口？这是两回事儿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说我们自己硬要分呢？硬要分？你不知道四叔的为人吗？硬要分，我们能分到什么呀？那咱就不能告官去啊？总得有个说理的地方吧？四叔学的就是法律啊。告官，咱输定了。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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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下！咦！哎呦，原来是二爷呀！进城了？买了什么新鲜玩意儿啊？车上啊，没什么稀罕的，都是一些家用的东西，二爷。日新堂是家大业大，见多识广啊，买了稀罕玩意儿，也让我们开开眼呢。李管家，二爷，还不去见识见识？是。
二爷，这都是镰刀。这么晚了还不睡，又琢磨什么呢？这个小娘们儿一整天都没露面，不对劲儿啊！看你疑神疑鬼的，谁还没点自己的事儿啊？他可是个闲不住的人呐。自从毛巾病了，里里外外都是他在张罗，从天亮到天黑，连喝碗茶的功夫都没有，怎么突然就没了动静呢？再说了，他那大管家行事也鬼鬼祟祟的，好像在瞒着什么事儿。大管家，老爷，有什么事儿？去看看毛巾到底怎么样了，赶紧探探风。是。什么？他没在屋里？肯定是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照常理，他应该寸步不离地伺候着毛巾，可他居然没有这么做。什么人不需要伺候？第一，没病的人；第二，快死的人。大管家，马上把毛巾的药渣子给我拿来。是，快。少奶奶，大太太叫您过去一趟。哎，怎么样了？并无大碍，您就放心吧。昨儿个我不是还让翠翠给您回了话的吗？吃过药了吗？吃了。这是西湖新下来的龙井茶，这口味就是不一样啊！我这辈子就喜欢喝口茶。怎么了？有什么烦心的事吗？没有，娘，可能有一些感冒了吧。媳妇儿想提醒您一句，虽然说当家的并无大碍，可是他的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，怕到时候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娘，你可一定要挺住。别说了。我五岁死了爹，42岁走了当家的，我把两个眼睛都快哭坏了，
少年丧父，中年丧父，难道老天爷还要让我老年丧子不成？什么苦都让我经得过了，媳妇，娘挺得住，挺不住也得挺。不许哭，咱们娘俩都不许哭，挺过这关去，我们日新堂就有救了。吃的药，没错，翠翠刚倒掉，我就捡回来了，这还热乎着呢。妈的，上当了！上当了！你们看，这都什么啊？樱花、油根、桑叶，这什么？生姜啊？紫苏叶、藿香、板蓝根，这是牟金吃的药，这是治伤风感冒的药。牟金是没救了。小娘们是在掩人耳目，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？这你都不明白？牟金一死，牟家就得给掌门人操办丧事，这可是件大事情啊！布置灵堂，招待宾客，迎来送往，入土下葬，这林林总总，一点差错都不能出，规矩一点都不能错。要是错了一点儿，这小就撑不起大局，就主不了事儿。这两个娘们儿啊，就得败下阵来。我说，这几天他怎么不露面呢？原来是在偷偷的操办丧事。老爷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这不明摆着吗？谁要是把这个丧事儿办得滴水不漏，不可能做娄家的掌门人，这可是金子都买不来的好时机啊！月心堂一定抢在他前面，快，马上叫人！好嘞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当家的他醒了！你们都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。接下来的事情一点不能出错。大捕头，老爷，赶紧套上马车进城，黑白棉布各买100匹。是。大管家，赶紧到粮库提500斤麦子，磨成上好的白面。好。来顺，赶紧到伙房，把那海参鲍鱼都发起来，鸡鸭鱼肉样样备齐。是。大顺，老爷，赶紧把庄户们都叫来，到时候给咱们月心堂助威。是。六，把我那出门的衣服给我拿来，快去！好，快去。当家的，当家的，你醒了。当家的，我是严坤的娘。
家的，你摸摸，这是咱地里的土，多肥啊，一把能钻出油来。母亲，他家的，他家的，真的走了？少奶奶让我来通知你。啊，知道了。你回去告诉你家少奶奶，说我这就去。是。啊，你去通知各家老爷，让他们赶紧过去。是。小六，上酒。什么？当家的死了？前日郎中不是还说好好的吗？我也不太清楚，您赶紧过去吧。去，把上个月我做的新衣服给我拿来。老爷，怎么了？当家的死了。啊！哎呦，那我们是不是赶紧得过去呀？不慌，来人。老爷，你赶紧把罗县长请过来，告诉他当家的死了。让他务必尽快过来。是。老爷，干嘛那么着急的请罗县长来呀？不是明天才正式算丧日呢吗？那您的意思是？你先过去，等那几家老爷都来了，你让小六来告诉我。这我可就猜不透老爷您的心思了。既然那小娘们已经抢了先，那我就得晚一步了。先让他们乱一阵子，等那小娘们六身无主的时候，我再出城。就算她精明过人，这种阵势她也是头一遭，料她也应付不过来。这时候，我再一定乾坤。老爷说的有道理，那我就先去探探了。六子，走。先来后到，你倒是赶紧哭啊，这把
连个眼泪影都见不着。要装的响点儿。这二爷四爷怎么还不来？大侄子。随时听我招呼。哎，小潘子，你立刻赶去黄县，把少奶奶的娘家人给我接来，越快越好。是。树根，你选派几个人，招了黑布白布，用多少账你清楚，把家里所有见红的东西都给我遮盖住。去吧。是。孙长华，选派几个男女帮工，准备好吊孝的酒宴。另外，选几个身强力壮的，对庄园日夜巡视，别出任何差错。好。请，我们不能失了礼数。再说，我们有准备，没什么笑话可看。是。罗县长到。大太太务必节哀，触动罗县长了。毛巾年轻有为，英年早逝，真是天妒英才啊！大太太您万事想开点儿，务必节哀。谢谢罗县长。罗县长，请到偏厅坐。啊。我们走，我要给毛巾念经超度。是。罗县长请。嗯。罗县长真是给兄弟面子啊，兄弟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二爷的请，我敢不应吗？罗县长言重了。话说回来，你们毛家在本县，那可不是一般的地位。这当家人这么早就去了，你们可得赶紧另立新主才行。
别到时候闹出点什么乱子来。罗县长说的对。那么罗县长，你认为我们牟家谁应该当这个当家人呢？你们家的事儿你们比我更清楚，反正总不能让个孩子掌了家吧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你们毛家可是要被人笑话的。罗县长说的对，依我说，这个家要真是让人当了，说出去真是不好听啊，您说是不是啊？大官娘，镇上的仆人庄户都知道当家的去世，都赶到了门外，准备进来哭丧呢。您看这怎么办呢？先别开门，我去问问少奶奶。哎，少奶奶，好多庄户在门外挡着呢。少奶奶，您说这事该怎么办呢？庄户们是为了当家的来的，他们跟有的人不一样，对当家的是真有感情。当家的走了，他们要见最后一面，我们没有理由不让他们进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可是这么多人一拥而进，肯定会乱了方寸，两边的门又疏通不了。那就开中间的门。什么？你是说要开穿堂门？对。少奶奶，这可使不得。这事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，穿堂门在毛家历来只是为四品以上官员开的，连罗县长来了都没开，您现在要为庄户们打开穿堂门，必定会被人指责是对毛家祖宗的不敬，坏了毛家的规矩。少奶奶，您可要三思而后行啊。少奶奶，大管教，少奶奶，大管教，不好了，门外那些庄户们都已经跪下了，一个个哭天抹泪的说是要祭拜当家的。易管家，吩咐人打开穿堂门。是，少奶奶，快去。哎，这茬还行吧？啊，老爷，少奶奶要开穿堂门。嗯，这还了得？去，给我盯着。二爷，这又怎么了？兄弟失态了，请罗县长多多包涵。实话跟您说吧，是我们家的大少奶奶擅自做主打开窗堂门，让那些庄户们进来祭奠大少爷。这穿堂门不是你们牟家专门用来迎接四品之上朝廷官员的吗？怎么能给庄户开呢？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看来这个江振国不简单呐。我看这事儿无所谓吧，不就是个穿堂门吗？这开就开了呗。既然是破了规矩，那以后就开着，别关了，不就完了吗？老五，此话差矣。开穿堂门，老祖宗是有规定的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走的。再说了，二哥，他也没这个资格来说开穿堂门呢。岂有此理！我今天倒要给那个小女子点颜色看看。二哥，哎，不干。大管家，少奶奶吩咐打开穿堂门。站住！谁要打开穿堂门？这是少奶奶发了话的。你敢打开穿堂门，我剁了你爪子！二爷别动怒，这都是少奶奶吩咐的，我们不长眼的奴才，敢跟我顶嘴，扒你的皮！大少奶奶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二叔，穿堂门是我让打开的。庄户们要来给当家的吊孝，我不忍心看着他们跪在外面。别人不懂，难道你也不懂？咱们牟家的穿堂门是能随便打开的吗？
二叔，据我所知，家训上好像没有穿堂门不能为庄户们打开的规矩吧？什么人来了开，什么人来了不开。虽然牟家的祖训上没有写清楚明白，但是也还有我们这些当叔叔的们说了算，轮不到你在这儿当家做主。原来二叔不是来给我们孤儿寡母帮忙的，是来我们日新堂说了算的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原来你们毛家现在是女人说了算啊，连我都是从旁门进来的。看来在你们毛家人眼里，庄户比我这个县长精棍，是不是二爷？罗县长说的对，咱们牟家的穿堂门开不开，不是你日新堂说了算。牟家的穿堂门是专门来迎接官员的，您让那些庄户们从穿堂门进来，成何体统？你敢坏了咱们牟家的规矩，我就不答应。二叔，您口口声声说咱牟家的穿堂门是用来迎接官员、迎接贵客的，但是对于咱们牟家人来说，庄户们就是贵客。这简直是一派胡言！我没有胡说，二叔，我想问问您，我们牟家的祖训第一条是什么？哼，你倒要拷问起我来了。哦，是粮比金贵，地比天大。我说的对吧，二哥？五叔说的对，粮比金贵，地比天大。可要是没有这些为我们日夜操劳的庄户们，粮从何来，地有何用呢？少奶奶，你这句话说的没错，不过我还从来没听说过牟家为庄户开穿堂门的先例。你口口声声说你知道牟家的祖训，你的意思是你比牟家的列祖列宗还明白事理喽？当家的刚闭眼，你就无视我们这些长辈，凭着这些歪理胆敢擅自做主。今天你要是敢打开这穿堂门，我牟二爷就把你赶出牟家。是谁要赶走我家媳妇儿啊？老太太，您来得正好，你赶跑媳妇儿简直是反了天，还要打开穿堂门。要赶走我们日新堂的媳妇儿，除了死去的牟金，就只有我够格。再怎么轮，也轮不到你二爷做主吧。牟金尸骨未寒，你就在这儿，在我们日新堂显威风了，是不是？大嫂，看来你不把我这个大嫂放在眼里，也不把死去的当家的放在眼里。媳妇儿，去叫人把穿堂门给我打开。是。大嫂，打开穿堂门。打开穿堂门。
当家的走了，你们要是想哭就哭出来吧。老子今天的脸面全都给丢尽了，二哥还当着罗县长的面，气死我了。哎呀，二哥你就消消气儿，这点小事犯得着吗？不就是想开个穿堂门吗？你让他们开去，又不是开你家的门，犯不着急成这个样。二哥，哎，我说老五啊，你这胳膊肘往外拧啊，啊，在这儿说风凉话，给我滚，滚回咱俩府去。二哥你怎么这么说话？哎，我又没得罪你。我说，我说老五啊，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。没看二哥正闹心呢吗？二哥，这件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。哦，你说说看。二哥，你仔细想一想，少奶奶前脚堵你，大太太后脚蹬你，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太像戏了？自杀的那老妖精是丢盔弃甲落荒而逃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又没说你，我这不是说的戏词吗？哎，老四啊，哎，你说的对，这娘俩分明是商量好了，给我个下马威，在众人面前让我抬不起头来，这招啊够损的。是啊是啊，其实这件事情我感觉好像他们是设了一个局，就等二哥您往里跳。当我是傻子？你都给我等着瞧，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你们点颜色看看。鲁妈，翠翠，您先下去吧。是。